那不错，水饺。对，刚刚工作人员教我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是爱的抱抱的这场会。对，先讲一下这个专辑《爱的抱抱》。其实，在整个的制作过程里面，你自己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现场朋友分享一下？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都是我所有的第一次的尝试，就拍写真集，然后进录音室，还有拍 MV， 然后当中有许多很好玩的事情。像那我在录《爱的抱抱》的时候，我的师兄吴克群就有跳舞给我看，对，然后他在我录慢歌的时候，他会讲故事给我听，让我很融入那个情绪。对啊，然后在拍 MV 的时候，有就是遇到灯泡破掉的。就是我在对嘴，然后灯泡突然爆炸。啊，对啊，然后工作人员就有安慰我说那是好兆。对啊，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。嗯，没有错。那现在见到香港的歌迷朋友，他们都那么支持你，你有什么跟他们讲呢？就是很谢谢大家，然后今天到这里来。对啊，然后我很开心。那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们都对你的写真非常有兴趣。那个拍摄过程有什么是最好玩，有什么是最困难的？就是我到冲绳拍照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个黑人的家庭，然后他们的小朋友非常的可爱，就是我送他水枪，然后他给我一个爱的抱抱，他就主动跑过来抱我，然后在写真集里面有他的照片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到小学里面要去拍，想说在门口等，就没想到警察来了，就是警察要把我们带走，因为他以为我们是坏人。对，可是后来就还好，就警察知道我们是来拍照。对啊。那爱的抱抱这个主题是怎样去的？爱的抱抱啊，就是公司的一个企划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有了这首歌，就是觉得说可以让大家就是有一种很甜、很可爱、很轻快那种感觉，听起来会很高兴这样。见到你就是有这样的感觉。